台湾歌手周兴哲呢日嚟香港参加台式饮品店活动，大批 fans 一早就到场霸定靓位等见偶像啦。周兴哲除咗同 fans 玩游戏，仲有现场清唱。最好的朋友有什么不能说出口，想不要承担没失去你的心痛，我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。当然都不少得show翻几句广东话冧 fans 啦。哎，好不好啊？新整你的广东话很好啊！我还会一点点，我还会啊 ，No I Lady 啊！自从公开同赵黛珊嘅恋情之后，两人一直都表现甜蜜。佢话今次净系嚟一日，就冇带女朋友一起嚟啦。咁有冇谂住买咩手信俾佢啊？你有推荐什么特产吗？香港都没吃。是。哦，如果有菠萝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带回去。对，他好像很喜欢吃。带菠萝油就有点难了，不如下次带他一起来啦。如果下次有机会会啊，当然对。我非常喜欢香港，我觉得在这边有一种很城市的感觉，然后 shopping 都非常好玩。开始拍拖之后，创作时候的曲风有没有都甜蜜了呢？甜蜜吗？我写蛮多甜蜜的歌曲的，如果在第四张我觉得会有机会听得到。Concert 现在我们都在公司都在安排当中，然后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正确的时间，但很希望在今年可以来到香港。对，